我出去跑一圈，拽一大圈，给你淘啊三件衣服，但是都是一口价啊，号不全了，都是你的号，都是小码的嘛，大码都没有，所以人家便宜，所以便宜，便宜那个就给你买。我一共买了三件，估计他就。这个是不是马上过季了吗？嗯，所以便宜，然后现在也能穿。嗯过一段了，然后到冬快入冬的时候还能穿。嗯嗯，对。这现在能三月。摸着手感行不行？三月份还能穿吗？对呀、啊，三月份还冷。这个都最后一件了。啊，正好是你的号，这个知道我不喜欢，它是这样色。嗯。我开学了，我那衣服正好你要走的时候你给我拿上。嗯。这个也是。干嘛？有大号，这个好像还有一大号，就两件了。这个是嗯，那你这眼光是试试吧，看看行不行。反正不能退了，真正的不能退。嗯，对，都是干嘛干号？对，哇，牛仔外套什么的、嗯，我喜欢这个。是吗？哎呦，这好看，这是真的。嗯，好看。这样，你试试吧。嗯，你先试试这件。行，我先试试。嗯。可以啊，好看吗？我看看大小胖瘦。这衣服你别说特别舒服，是吗？嗯。哎，可以啊，反正我知道你穿这个号肯定行，所以行。嗯。但是我感觉这衣服就得把头发扎起来里头，你觉得这种是不是扎起来好看？因为它不是说那种时尚的。嗯。就反正是不错啊，舒服吗？穿着？舒服呀、啊，就我觉得料子特别好。对，我觉得含羊毛的。它也可以配那个当个打底衫穿。对对对，行吧。嗯，你扎起来你看一眼效果。嗯，来，嗯，可以，我看后边呢。这还能穿一段时间，能穿三月份，喜欢吗？喜欢。那你试试这个，这个就有点嗯比较淑女一些。嗯。公主风是吧？这是个散的头发。对，这个人家这个还带个蝴蝶结呢，是单系上的。我这这儿。嗯，好看。啊，妈呀，真爱你啊！这个是个系前边的，嗯、系一个这个花钿结，你不系了，回头这个配个小浅蓝色的牛仔裤也好看。啊，对，这个配牛仔裤。这个就到四五月份穿。这样系。后边这个扣在后边还有个扣一系，然后这样一打、嗯，不错，不错不错，非常好。对，行，蝴蝶结打好了、嗯。对对对，后面系上，对吧？对对 对, 对，也挺淑女的。对对对，这样系上。嗯，不系也行，不系要碍事了，就这样穿。对，嗯，看看你啊。看这个，你牛仔裤，哎，这真买齐了，然后你往学校走也有衣服穿。行，好看，大小行吗？行啊，大小行，我就得穿这号了。哦，可以。对啊，行，不错。佳楠，你来看看姐这个。你来看你姐的衣服，行吗？挺好看的，嗯，好看呗。这李总也是，这也是，还有一件那个红的，怎么样？挺好看的，挺好看的吧？这是，嗯，正好赶上打折。买了一共买几件？三件。三件。嗯。什么意思啊？嗯。怎么你买三件，怎么一、嗯、没给我买？生气了，有意见了，不是没给你买。那个我今天光逛的女店，然后到时间了，我看看该做饭了，我都干饭回来了，你们还在家呢。嗯，等有时间了再去给你买，再逛、嗯。我有衣服穿，我哥给我那么多。嗯，到时候看。嗯，我再去逛。妈，我这每次买衣服基本都是你给我看，你看我身上哪件衣服都是你给我买的。嗯，知道你穿多大的，知道你适合什么、啊。主要是每次好像我所有衣服基本上都是我这么大来。
你还老给我买衣服。对，我给你买衣服，问题是不你自己买，还得让我给你参谋。对对对，主要是你的眼光在这儿。不是眼光在这儿，是你把你养这么多年，知道你穿什么合适。不好意思。哎呦，我给你买啊！啊，下买方向，一会儿一会儿，行，等着呢啊，等着上班前工作给我买。嗯，那是。挣第一个月工资先给我买。行，给你买，给我爸买。嗯。行吧。给我买。佳楠肯定不用说了。佳楠买。嗯，行吧，放起来吧。上完学校这回又拿上了。嗯，放学走着，拿上，收起来吧，放屋里吧。嗯，给。行，嗯，放屋里吧，去。嗯。